年没有干枯过的一个死水塘啊，死水塘里面50年前村长放了一条重6-7斤长3-4米的那个蛇鱼进去啊，如今已经长了50年了，听说已经长到了门板那么大，传说这条鱼在足够条件是可以长到几百斤重的。今天他们趁着过年准备把这个大鱼给它打捞起来，因为那个大鱼把里面的小鱼都吃光了，你看嘛，小鱼都所剩无几了。当时大爷投喂了很多条那种鱼苗下去，现在只剩下了几条了，好像就是被这条大鱼吃了。听说这条大鱼前不久看到已经有70-80斤左右的样子，今天看大家一起过来能不能把这条大鱼给它抓起来。就在这个坑里面，死水坑里面的水已经长满了青草，里面的水已经青花绿了，这条鱼应该也长大了吧，直接用这个网子把它捞起来。很多兄弟问我说，怎么看你们抓这条大鱼啊？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马上继续把这个网子放下去，手机有电点个小红心，朋友们小红心关注点了一会儿点头像进来看我们。